准备呼吸器。好的。太好了，今天又有八位患者出院。已经两个月没看到老婆孩子了，不知道他们还 OK 吗？哎，马来西亚每天确诊人数越来越少哦，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。等一下 video call 妈妈。外卖来啦！辛苦了，谢谢。清洁花束已上架。清洁花束已上架。清洁花束已上架。忙着送货都忘了今天是母亲节，买束花送妈妈吧。知道莲藕花生汤是他们父女俩的最爱，唉，可惜都不在家。妈，我回来啦。妈，母亲节快乐。虽然爸爸妹妹暂时不能回来，但我陪你过，待会再打给他们吧。谢谢你。爸爸妈妈，双亲节快乐！等疫情过了，我就会回来了。妈今天煮你们最爱的莲藕汤嘞。没关系啦，等你们回来我就给你们喝。你们尽量不要外出，如果有外出记得戴口罩。2020年的双亲节，没办法与家人聚在一起，很可能是因为你是前线人员，很可能是因为你在国外留学无法回国，很可能是因为你在邻国打工受到行动管制不能回家。无情的病毒来袭，教会我们更珍惜。2020双亲节虽然不能聚在一起，却是最有感触。祝全天下父母双亲节快乐。